的使坏棒哟，哎呦，使坏棒有粉丝哦。对对，使坏棒其实他们的这个人气啊，表演啊，人气啊，我的亲朋好友都在问，哎，不得了了哈。好，那现在重力的二人转 ，Go！哎，老大，我们这边蹲五天了，在蹲什么？我在监视前面的守卫员呐。啊！老大，我们监视那个警卫要干嘛？我们要潜入那个工厂里面呐。啊，对啊，对啦。我们要怎么潜入？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啊！我决定射他，射他。对啊，可是我们没有枪，怎么射他？像我们这么特别的台客哈，是不需要那么普通的武器呀。哦。所以哈，我决定用吹箭。吹箭，对了啊，漂亮，好了，拿出来，用力，出去。系统，把这个系统。哎，怎么？啊，大哥是怎么教你的啦？教。吹箭最重要是什么？回想一下。回想一下。对。表弟啊，老大。你这样吹箭哈是不行的啦，射不到敌人吗？对啦，啊，大哥教你了好不好？哈哈，两手紧握吹柄，两手紧握吹柄，两眼直视正前方，是，然后，老大，嗯，好热哦，想起来了没有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，告诉大哥，是，你吹箭最重要是什么？热，好热，很热，离我远一点啦，要用力啦，啊，算了，我决定哈直接潜入那个工厂里面的。直接冲过去哦！对啦，可是那个警官这样看到我打我怎么办呢？打你不会反击啊，哦，大哥当时怎么叫你反击？记不记得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得，给我回想一下。回想。哎呀，咦，少林功夫好。小弟啊，老大，你这样反击哦是不行的啦。这样打不到别人吗？打不到啦。你要这样反击才可以打到别人。问得好，正拳攻击我。正拳攻击老大。对。要轻轻的往下移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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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大，这个位置好热哦。站起来了没有？站起来了。够大哥。是。反击最重要什么？要好热。是要快很准呐！大哥当初怎么教你的？有没有记到脑里啊？我记得。大哥当初记在里面，放在心里面呐。当然有。不要那么震惊呐！啊，记得，记得给我回想一下。一回想。对的。大哥讲的没错，那边呐，哦，大哥讲的每一句话，我通通都有记在脑海里，一次都没有忘记。而且大哥的面孔、大哥的身体，我通通都贴在心上，忘不了啊！给我回来了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回来啊！跟你讲啦，大哥叫你这么多哈，潜入不在乎几个重点啊。对啦，第一个哈，我们就要学会怎么。推荐呐，推荐呐。第二个哈，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反击啦，反击。对啦，但那些哈都已经不是重点的啦。不是的。对啦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啦。更重要的东西啦。对啦，那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要静悄悄。哇塞！哎呦，哎呦，使坏帮有新招嘞。对，而且这个使坏帮一出来，其实的感觉都一样，先蹲着。对，然后再开始，一二三。哎，老大很舒服哎，舒服呢，舒服是重点啦。哎呀，但是我老二不舒服哎，穿紧身裤嘞。淘汰，下一题。周星驰的电影啊，完蛋，计时开始。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少林寺。等一下，少林寺，你跨的贵哦，周星驰演少林寺哦，这么小坑还戳不破哎！等一下听我讲嘛，因为是第一个，然后我们这样戳破的话，这个气球太浪费。对对对，我们戳屁股，不行啊，这个戳屁股不好啦。哎呀，再让他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。等一下我跟你们说，不用急，没关系，但是要答对，好不好？来。周星驰主演过的电影，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少林功夫。回来，少林功夫，大人，不要大人，
弟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小弟拿扇子。哇，真没错，好好，从头来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《逃学威龙》。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破坏王。一讲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唐伯虎来点秋香。一讲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《零零七大战金刚客》。哎呦，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赌圣。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食神。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什么呢？我想想看，还有啊，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整人专家。哎呦，一想到周星驰，我就想到。想到哪里？七号，你要想到七号，记得啦，七号，什么七号？七号，七号对不对？对，哎呀，七号，还有七号，七号的呀，一想少林花园，少林花园什么七号？我就想到。想到什么？什么七号？什么七号？铁人七号。哎，他想不起来，我们先回去啊。好，拜拜。想不起来了。海角七号。你难道得向公公布啊？啊，公布也向公。啊，长江七号你也不知道什么七号？七号，原来是这个哦。什么七号？对，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延吉街七号啊。好了，再来我。